刘素云去世，这一次在香港几场讲演，这个碟我听了几遍，讲得很好。他很难得，总算是把这个顶尖的找到了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顶尖的法门找到了，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坚固信心，永远不改变，不退转，那就决定得生了。啊，自己跟大家做个榜样。与自己所修所学的决定没有丝毫怀疑。这个心态端正了。古今大德都叫人端正心念，这个心念一端正，你就要知道你很幸运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保佑你，一切诸佛也保佑你，啊，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这个人真正路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一心一意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你说一切诸佛哪一尊佛看到不欢喜啊？你必须要知道，我们这个念头才动，就周边法界就感动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的佛菩萨啊，全都感动了啊！这个不是假的，《还原观》上如是说，今天量子力学家也如是说。啊，诸佛护念你，龙天善神怎么会不保佑你？啊，有一些众生来找你，好事。啊，刘素云那个处理的方法正确。啊，找你什么？找你求帮助啊！哎，一个人来找，我要帮助什么？我要帮助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苦难有缘众生啊，从一个来找，心量立刻脱开，我要为一切众生回向啊！我在此地念佛，他们有一份；我在此地听经读经，他们也有一份。真的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，心里头永远没有怨恨啊，过去现前啊，回谤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障碍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全是善知识啊，没有丝毫怨恨心，把他们都看作是阿弥陀佛，把他们都看作是菩萨啊，他来度我的
啊，他来看看我的心量是不是真的放大了，我的烦恼是不是真的清除掉了。这种境界现前，心里还是没除掉啊，不干净啊，啊，这个要努力啊。啊，完全清除掉的时候，境界现前一片欢喜心。那我把我的修行功德回向给大家，同称佛陀，同生净土，同证菩提。好啊，你心多开朗，多清净，多自在，多欢喜啊，什么灾难都没有。真的是一切灾难化为尘了，没有了。学佛的人叫你念佛了，不是叫你念灾难了，不是叫你念是非人我啊，我们可不能错用了心啊，跟人往来，给人交谈，心里还是阿弥陀佛，没有改变。我还请阿弥陀佛加持啊，跟你谈话的时候你有所领悟，啊，帮助你增长善根，增长福德。真正有善根有福德的人，他就会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是无上的善根，无上的福德。啊，智慧究竟圆满，福报究竟圆满，是谁呀？真正念佛人。这个要懂啊。